的在咱们店上。那么怎么就会治病呢？那只有是行走坐卧站桩，站桩是个名称。站桩啊，咱这说站着，实际坐的躺着，它是那年老年少病情病况而不同而设置，它的优越性就比较多。第一个注意呼吸，第二个不守丹田啊。因为什么？人认为这个丹田是什么？丹田所谓是丹，属于的是气，田呐、就是一个地方啊，是个气寒穴。那么我们一站呢，其实小腹小腹充实带足健，还有这个呼吸吸空。那么再比个例子吧，这个小孩刚生下来，谁又教他呼吸了？谁又教他守丹田了？那么他肚子那么右手没有，所以在北京好多出流月的，有的守丹田的，守眼睛眼睛看不见的，守丹田的肚子胀了，守这个这个地方一守很难过。还有这个天头也是守的胸脉，所以这个手啊，它是专业的功夫，是吧？是在佛家到深山到人呢，要求出静坐熟的啊。所以我们站桩呢是为什么不熟，为什么治病啊？站桩呢不要处理四肢这个姿势加上斜松，那么在它这个无动之动啊，要求外静啊，内动为动静相连。这个不动了外形啊，为什么它就里边起了运动了？这样呢，站着熟，四肢非弯，似坐非坐，似靠非靠，似笑非笑，似尿非尿。他说为什么？就是他站着姿势来了一晃，就是要求他半边腋板区这个三角力啊，手四肢非弯呢，那么他其实这样就是起到的运动量。腿呢，他没有一坐呢，这个小腿就放松了。那么腿呢有一点弯度啊，四肢微弯，那么这一通位坐呢，小腹是放松的，脖子这个下来啊，要这个能提到横膈膜，上肢下斜，可以治胃病啊，比较效果快啊。那么呢，肚子这么一，这腿这么一跪啊，有个好多人是啊，拿了药拿不了医，外头啊也是这么一跪，也都很不错啊，也得要的。那么一跪呢，它消减了多起上来啊，所以必须是不四肢坐。那么呢，四靠呢，背部呢，它的胸窝呀、虚中颈窝呢，它有点放松了啊，感觉舒畅，是不是啊？在站桩来养生的人，为什么要向呢？不站起来不让它，不让它想正事情，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出人一不让他想啊，万事起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也许是你自然。最后呢，要想像什么手段，像山呐、树啊、鸟语花香啊，或者他们放的音乐，抬头想自己，所以你指着己身呢，是无物可求。这个离开己身又求不到东西啊，所以在我们这样，不要想本身，想外界。你比如说，为什么不让想啊？因为你站着时候本身有什么病的地方，瘸子的病灶病情反应，在你光想那种的精神集中了啊，你越集中哪儿想哪儿，哪儿就有精神集中，可以想外界，想外界呢，这时候他的病灶反应过去啊，哎，很快就好了。那么自己站着时候啊，就是这个动作是吗？在咱动的时候，你把你这方向思想的好，大动啊，是微小的动世界和运动，然后微小的不动你内在动，是真正的动，所以就是站着啊。所以这个功啊，值得考验。咱们在这个医学方面啊，也量过脉搏啊，在紫金部、在科学院都量过。这个在六十下增加到70、80、90啊，甚至100。最好的运动员，他也就达到140。我们最好的身体棒力一站达到140，做科学。当你高血压的站着后，马上能降回几十，但是慢慢还是上，慢慢会降。高血压会降，低血压才不完事，在意念求的。这个意念呢，为什么叫意车站着后呢？就是过去这是这个传说有哪儿呢？有这个就是古老吧，有这个深山老林，是这个人与兽类做斗争而出来的。这个东西是少林珍宝，过去古传的，是古川姑娘把姑娘结婚带走，几百个学生攀一个，这个古川很就是说在什么人攀呢？在这个人的本质非常好，也就是要死他不怕，他有这一套的锻炼的本事，他来把你
让你来锻炼，好的后生就最徒弟，那么呢由治病好的后慢慢的锻炼来全健全。所以气息养生是分不开的啊。这个养生啊是粗的舒服得力，气息呢是粗的什么呀，精神力量骨骼。你盖人是无数，五数里没有滋味，生不起无数。所以美国人一个杂志上说了，中国的无数不是武术了，是舞蹈，而且变得漂亮啊，这一招那一式，不讲内在东西，没有意念，所以设计出来啊。所以他这个大出拳也就是一拳成功，大一拳呢是开始从老根子上内拳啊，上内拳来讲，这过去在下海的是这个那个谁孙永郎练什么？练新一太极法子综合派。这单刀里是腻了，练那个什么练形意啊，这个五行的形意啊，这个练这个。我父亲呢，那是呢练心意，这个心意啊。